向往的生活。就这魔屋是吗？还不错吧？好，好，你弄得非常棒，你这样。那是这样的，这里呢种了三十多种作物，在哪儿啊？这里基本的计量单位是玉米，房东当时说住进来之后到走三个月。得还他一千颗玉米，五百行不行？五百行不行？喂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图个吉利，六百六，定了。这样吧，八百八，六百六百六。哎，那咱哎，中间七百。崔立哥，崔立哥输了我们八百八，赢了我们六百六。行吧，退吧。哎，石头剪刀。三斤两克。三斤两克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八百八，输了六百六，对吧？赢了八百八，对吧？行了，六百六。没关系，哥哥们，有我在，一千五百个。哥哥们，有我在，一千五百个。是不是死？我滚远一点，到我。喂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我要。每天吃的得就地取材。自己烹饪，所以你们包里有吃的东西吗？茶叶可不可以啊？茶叶交个开瓶费。茶叶还要开瓶费？吃的东西不够的话，都可以用玉米换。好，现在先来一只烧鸡，多少个玉米换？六百。一只烧鸡呢？你黑不黑心啊？黄老师，该。谁听说过用这么多玉米换烧鸡的？今天的晚饭想吃什么？北京不是有那个很好吃的那个面吗？有哪个面啊？炸酱面。炸酱面。炸酱面。炸面行，可以吧？可以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吃炸酱面。给一斤肉，两百克玉米一斤肉。好香的肉，两百克玉米。好，对，没问题。六百六十颗杭猪，加上三百颗的肉，加上八十颗的蛋。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敢随便吃，一吃就拿玉米换，一吃就拿玉米换。对，一千零四十，加上二十三颗，这日子是没法过。向往的生活，我们回来了。OK。哎呀，走吧。哎呀，我们没哎呀，对，可以慢一点没关系。我觉得你要冷静。从这里要，因为我们到山上，要慢慢的、慢慢的、轻松的生活。看天多蓝啊！真是，还是不错的。就是好。啊，你看这边还地上都是雪。哇。
小 H， 从前门进。H， 小 H， H， 哎，点点，哎，没怎么长大哎，羊。哎，点点，是吧？从前面进。还是有一些绿色。还有，哎，还有那个什么呢？有金桔是吧？有有有。有什么发财桔？哎呀，这棚还在，太感人了。哎，这个还在，这个没有倒。哎，哎呀妈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在哪儿呢？有有有。别 ，H， 叫 H H， 我有点不敢开门。H H， 好可爱 H！ 哇，小 H，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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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 来。哎，小 H， 哇，好大，好大，好大，哇，这么大！你是谁呀，仔仔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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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看，爸爸看看，我看看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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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逗了！他激动了，他激动了，他激动，激动，他激动，激动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！哎 ，no no no， 不要好消息，不要好消息。虽然现在有点冷，但是晚上更冷。临走的时候欠了2188颗玉米，但是呢，在这个离开的日子里，我们导演组呢已经把这个收完了。玉米呢，要把它打完粒，然后磨成玉米碴子。把这玉米包下来是吧？对，把包下来，然后用磨磨成玉米碴子。只要每天能够完成时间，我们就给出基本的生活费。多少钱啊？你说多少？挺多的，30，一个人30，总共30。你把你的鞋子脱了行吗？算了算了，在这有鞋垫，总共30够干嘛的呀？那所以是30，你会有所有的这一天吃的东西全用那30是吗？第一个呢，依然有大量的蔬菜是在这里的，在哪？食材是在地窖和暖棚里。汪正宇。你这个人家要吃涮羊肉还要吃什么那个佛跳墙素的，但是你一天30块钱，这个应该是我们3个人的口粮，我们现在一共是6个人嘛，6个人就60块钱，7个人还一条狗呢，对，加上昨天我们4个人就是40块钱，这就2天的口粮，应该是100块钱，100块，100块钱，那这样多劳多，这都好弄，这都好办，换衣服，换衣服，穿衣服，赶紧的，赶紧买回来，不来不及做饭了。行行，你们再给我们一点嘛。有了，这个是。那我们这样，我们很饿哎，晚餐，拜托啦。这样这样，这只是。拜托啦。掉下去的，那那那。嗯，不，你快点卖萌。他是一个坏人。怎么卖萌啊？你可以可以，就再继续，对，好，非常好。你们可以一起卖萌。10块就好了，给个面子嘛。我那个不够。他很会讲。你再10块。他就会说道。很多的。他们卖萌了，然后拿钱了。你们卖萌才卖出4块钱，再卖，你们能不能卖点别的？哎，你们知道下一季咱们在哪儿录吗？你们都不知道吧？马尔代夫。马尔代夫。马尔代夫。亲爱的黄老师，请您到七里扬帆码头出发。去过向往的生活。马尔代夫，我们来了！在哪儿啊？出发了，向往的生活已经开始了。就是像我们要去旅行，一开车你们坐到我后边我就踏实了。哇，真是漂亮。我们的新家，新蘑菇。啊，
哎呀，又漂亮啊，高级。这是灶吗？哇塞，这有个灶啊！哎呀，太牛了，啥也不用干了，这就是现成的。我以前的照片哦，哎，好像真是。哎，我们照片都回来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用的东西？咱们上次的东西都给发回去了，都在那儿呢。你看这太心酸了，马尔代夫退件，剪开弄开。那个黄老师、何老师，我们就说一下呗，今年干嘛？好，来听听规则。今年是有基本生活费的。什么？今年有基本生活费。基本生活费多少钱啊？一季啊，就整个三个月下来啊，100块钱。啊？多少钱？100块钱。到后面写着。哎，1100。又开始。哎，小薇，拿回来。哦，拿回来。那个，鹏鹏把鞋拿回来。然后呢？但是这一百块钱是需要。需要什么？春天是播种的季节，我们需要把那个水稻田插秧插好。那个，哇，那片泥嘛，就那片泥，对不对？嗯。密度你管吗？你也不能插一颗吧。橘子为什么那么快把我的计谋说出去？其实我们有地图啊，今天其实种了油菜花、水稻、生菜、芥菜、卷心菜、白菜。你们作为电视人，你们没事种这么多菜干嘛？看一下。这是哪个？这是我们家，对不对？荷花池哦，荷花水稻，下面油菜花，油菜花、小麦、自留地，这自留地，芥菜、卷心菜、白菜，有草莓啊，草莓哦，那个棚子里面是草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是要拿草莓跟你们换那个食材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今年所有现成摘的东西跟我们换，我们都不收。什么意思？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加工成农副产品之后。跟我们换钱，农副要不起。草莓干或者草莓酱，我们都收。然后呢？你说你的。走。我帮你去吧。行，来抓紧看后边啥。我能问一下那个晚上的那个罐子里面那种饮品是什么价格吗？没有，今年就敞开提供了。但是要跟我们购买。来，今天刷这个导演身上的二维码，啊，上面有明码标价的。我要扫一下，我倒要看一下肉体黑店，我的天啊！哦哟，搞得这么专业。哇，啤酒要20块钱，多少钱？20块钱。哇，这里的哦，一个包10块吗？他也是个累腰的。我们目前才插了半瓶啤酒。现在关键是晚上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，黄老师？啊，啥都没有。米稀呀，有猴骨米稀，喝米稀呀。哎呀，那明天早上呢？米稀呀，这个节目叫《江中猴骨米稀：向往的生活》。米稀他们不敢收钱呀。而且现在米稀的代言人是黄老师本人。哎呦。我需要一块地，偏远一点，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确切地说，我想要一个为朋友们准备的户外场所，在那里人们可以不用牵挂工作，而是需要彼此紧密协作，磨练新手艺。我这样真的快好多啊。一个人在物质世界里陷得越深，看到大自然时就会越觉得壮观。好，对啊，真是。我们是不是进屋了？可以啊，李哥，晚安，鹏鹏，晚安。这咱们第一次一块睡，对的。哎呀，咱们得一块睡一阵子。